影后舒淇爱地球不遗余力，首次跨足当老板的她，看到自己一手催生的地球天使终于诞生，让她差点红了眼眶。第一次好像从头到脚都是自己去完成的一个创意跟概念，然后那么多人的支持跟 support， 还有也非常感谢媒体朋友们也这样很 support。爱地球做环保，舒淇从自己开始，连被问到对于风之家变的看法，他也有不一样的视野。你看他们还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为美好的下一代保留一个干净舒适安全的环境。在演艺事业缴出亮眼成绩单的舒淇，这回选择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回馈社会。